Hello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早安歪歪，我是 Hook， 欢迎来到我的风格美妆桌。首先，这支是我平常常用的口红，这支口红它的主打就是介于有差跟没有差之间。因为我平常不上妆，所以如果我用太红的口红会有点突兀。我昨天去买的时候，他跟我说停产。然后第二支是我觉得成熟的女人一定要有的 MAC 的口红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哦。就是太红了，我常常会失手。然后我买了两年多，第一次用它就是在金走中奖上，我才舍得用它。然后那天我的口红就一直被说，今天是不是涂太红？但是 Ben， 我还有一个新招，最近的我又进化了，我买了这一个迪奥。因为这支口红停产了嘛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去买一支新的口红。那我就去问，请问一下你们这边有没有卖像护唇膏颜色的口红？然后所有柜姐都跟我说，那你去买护唇膏就好了。直到迪奥的柜姐跟我说，哦，有，我们有出一支很自然的颜色。我还没有拆，就是为了今天要炫耀。好，我打开，它是迪奥引诱超模巨星唇膏。看，像我这种常常会失手的人，不要让它失手的地方就点一点，然后把它抹开，就很自然。我今天的穿搭风，我在试穿的时候我就已经大声喊出来，我今天是罗密欧。这个领结我真的是很不懂，因为他们一开始拿给我的时候是好好的样子，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怎么穿过这个领结，然后套上我的衣服。但我后面发现哦，它是可以打开的，但它一打开它就垂到我的大腿。然后我最喜欢的地方呢，宽裤。为什么是宽裤呢？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这种短腿的人不适合穿宽裤，但我刚刚穿发现很凉很舒服，我觉得很不错。首先，这一件衣服我实在是太喜欢，上面写“立起立功”。这只是长袖而已，先跟大家说，只是这个颜色而已。其实我家里大概有十件“立起立功”，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身形很奇怪的人，我很难买到适合自己的衣服，所以我只要买到一件适合我自己，我就会再买三四件，一辈子穿那几件。曾经连续一个礼拜都穿“立起立功”，然后我的同事就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没有洗澡？”哦 ，Ben， 我有，我只是穿一样的款式而已。我喜欢存钱，就是压力一大的时候就看一下户头，就好像还可以再忍下去，就这样。我就是打开我的网络银行，然后就可以再努力一下吧，再赚就这几年了，之后就要过去了，然后就会继续下去。但是因为我的影片都是自己剪的，所以我会买一个蒸汽，我会有很多蒸汽眼罩。现场有在剪片的一定都懂，你在剪片的时候就会这样剪，然后你的肩颈就很不舒服，所以我还有很多这种让我的肩颈舒服的乐乐贴布，因为我通常会贴着这个，然后眼罩也戴上，然后我就睡觉。你们一定不相信，但我一定要跟大家讲，我吃得很健康哦。我已经吃一年多的健身餐了，通常就是有些水煮鸡胸肉，然后所有的菜都是水煮的，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味道。但我真的都吃那些生活，我已经用心健身好多年了，只是身体最近上个月才开始。我先准备一下。所以那食物都是你自己做的？没有，我用买的。但我现在晚上回家如果很饿的话，我会烫那种小白菜，然后完全不会加任何东西，我就把它烫熟，然后塞进嘴巴里。还有玉米笋，玉米笋真的好好吃。牙齿实在是太乱，但我真的要去戴牙套，各位请再稍等一下。还在存钱吗？像我这种客家人，我的那个牙套可是用互惠的呢。对，谈到了，已经谈到了，正在开始。我下礼拜要去拔智齿了，之后就笑不出来了，大家。或是嘴唇，因为我素颜的时候嘴巴会非常的惨白，所以我很需要口红，所以我也只有准备口红。时尚元年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我进入时尚界的第一天，正式宣布2020 Hook 时尚元年。那以上是我的风格美妆桌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订阅 L 杂志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没有，招商。那个，我一直以来一直被留言说 ，Hook 可以，请问可以你画一下眉毛吗？但是我为什么一直死不画眉毛呢？因为我在等植村秀的武士刀眉笔。Waiting for you。